欢迎来到左岸趣闻了。今天呢，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有驾了一阵子的 Myvi 呢，想要拿去那一个卡上那边去问一下价格。然后它的那个程序方面的话呢，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所以如果你们本身可能驾你的车啊，也许可能有时你真的是很少驾了啊，然后想要拿去卖的话呢，我就跟你们讲一下卡上的那个流程啦。OK， 现在来讲的话呢，卡上来讲，你要先要过去之前呢，你先上网去 apply 先哦 ，apply 上你几时能够过去 ，OK， 这个第一步骤。第二步骤来讲的话呢，他就会跟你讲你要拿什么东西，就比如说拿一把钥匙，算你们本身连本身有两把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拿完两把过去，再来还有就是他的车卡 ，OK， 车卡也要拿 ，OK， 等一下还有什么要拿嘛？对，然后就这两个不了，对，就这两样而已哦。好，还有人要带 IC 要带去，哈哈，因为你的人跟你的 IC 哦 ，OK， 本人啊，这辆车的车主啦 ，OK， 你要过去咯 ，OK。现在我已经抵达了卡萨秒，现在呢，他先去那个柜台那边，跟他讲他到了。现在我先没有下车，先我在车上过，因为我要等那个位置，然后还要把这辆车加进去了，因为他们要拍照啊，然后他们要看有什么问题啊，他们要检查的，所以我现在先在车上等他先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的摆灯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待会要把车架进来这一边的，那边就是它的 office。现在我们来这边，这个还会给你 apply 那填东西的。现在呢，我是坐在这个房间这个 room 里面呢，等他 check， 等他检查。Okay， 因为刚我来之前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提早了差不多应该是10分钟到啦，所以变成了我们 booking 是10:30，下午的10:30。现在目前是4:30左右，所以还没有到我们的时间。所以我们现在坐在 room 这边呢，是等待他 check 我们的车，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啦。所以如果你们本身来讲的话，可能放好车过后，可能需要去吃东西什么来讲的话，也是 OK。像我这样子的话，我在那边等他啦，反正我现在是有时间在那边等哦。地方好去。现在呢，他们在 check 着那个车有没有问题呀、啊，然后有没有被撞过啊 ？OK， 现在还在 check 着。刚刚呢，我们已经讨论了啦，他给我们价格呢是25000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市面上应该会是25到26，最低应该是24啦。所以如果他们给你的价钱，你觉得应该可能太低 ，OK， 不是你想要的话呢，你可以再询问其他的。这个只是我给你一个参考，它的流程罢了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考虑着，因为三天内要给他知道答复。现在呢，我要转场去跟我的朋友一起吃一个午餐。现在呢，我已经从车上下来了。今天西北塞车啊，不止塞车，又西北塞、啊。OK， 现在呢，我要去meet我的朋友先了，因为我朋友已经到了。我们先来到这边吃我们的午餐。哦，哎，这一间是新开的，超多东西吃的，哎呦，它的 menu 超厚啊，你看，要面要饭要什么汤什么鬼都有啊，超多东西吃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吃了32.6块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吃饱了，然后我们两个呢，现在走着去蒜林，就是一个批发商去买一点东西。你看，现在我们拿了一个拖力，等下买一两样就笑死我们。买个。你看现在我们走进来这边超大的，什么都有。什么都有啊。看，鱼，我们去看一下。鸡胸肉啊，好多鸡啊，还买很多这种水，真的很大哦。我们换了这种小个来拉，因为我们买的东西有限啊，都不知道买什么。现在买了一坨饼干，嘿嘿，我爱吃的饼干。但是呢，外面下好大雨，好大雨呀、啊，上不了车。现在呢，昨天是没有穿衣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昨天其实是有穿衣的。OK， 现在呢，我身后这一边是车厂，今天呢，我有一个拍摄，所以呢，来到车厂这一边顺便看车。哎，很多美的车哎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边还有法拉利啊，好。
现在有这边有一辆车，它里面完全是刮松了。叫什么喷气呀、啊？叫什么买的？狼生锈啊！哇，你没戴口罩哦，很重啊，味道。这辆车整个已经把它拆完了，现在它重新自己执过 DIY。够可怜的，没戴口罩，你看拿衣服来顶。这边有一辆奥迪 A5， 有锁门嘛？哦，锁了这辆。这边还有一辆波吉 Porsche， 哎呀，也是锁了这边。要弄。那我们看一下。我直接清静了，真的很大声呢。我看里面，现在我们试下这个油，就是普通油来了。哦，三高吧了，三高就见了。完全哦，它不会只，它不会 kick 这种的嘛，我觉得很好用耶，这个油。